铁也都放里面啊。书我们看要不要弄那个啊，强力的，还是什么的。好啊，我等下敷看看有没有。箱子里有二那十个个铁衣哦，服有附魔没附魔长一样。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嗯，哎，有，散发着光芒。有吗？嗯，有那个哦，光有芒，微感微受到的一点紫力紫量。的，对，一点点。我哪个附过啊？我刚哪个附没附过？我确认无痕。白痴哎、欸！搞不出来啊。那先附铁剑。奇怪，那另外两个是小鸡嘞？那个炮弹分子怎么不见了？对啊，他怎么没出现？而且他们黄色其实超明显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想说奇怪，怎么多了一个颜色？那个对繁啊，星它黄色那个 ID 超级显色的，还是。有锋利，你们可以敷斧头。吓死我！你看，有，我有想又有人，我不就马是上不是蹲啊，不下。是我，我需要斧头啦，还谁好呀？好好，那个铁啊，多的铁放箱子。我这里有青金三，哦，石。身上好像也蛮多的，看一下。因为我刚打他们，又打到。哇，他们的三十弓三是个。打怪掉的，耐久只有一半，但够了，都够了。我要五等，弹你一要点不要点。这个那五等，个？你要负的也太强了吧？你搜搜防搜！弹二。哦，那是不错了。哎呦，玩到手好冰哦！真的，好像我怕，好像走走流就会。手汗，然后手超冰。那个水桶一定要有，水桶一定要有，最关键就是水桶。水桶跟岩浆桶好像啊。流手。你们有羊那个吗？羽毛，有很羽毛多，也可以放个。你甘蔗其实还有哎，还可以做书哎。可以做。你那有附魔的跟没附魔放开。那这里面还有哦，这21个，哒对，哒哒，里里面面很多。12，哇塞，皮革13个，甘蔗21个。可是你弄了没有那么多等级附上去啊？慢慢来，慢慢来啊。吓到我，吓到我了，真的吓到我了。蝙蝠飞出来吓到。强力一，好渴哦。然后就用个强力二的弓，所以他们也没线哦。没见这样，到。我身上没吸到，我只有原本的一个。羽毛，我需要羽毛。好，羽毛我放箱子。好，感谢。6根。铁簪弄出来喽，可以再我那个听听锋利听。斧头铁斧放在里面。看他去拿，我拿弓。锋利铁斧，那个是锋哦，就好，是上面那个。有看到了，我铁剑是燃烧的，爽。哦，这么香！对，我还没附体。哦，有附体。没有更多的历史哦。对啊，前面那边不是有一块历史？哪里哪里？你的直线水你让我放刚历史，刚感觉他有们点颜来这色边，哎、欸。对，历史有点红红的，对这里啊，啊这一啊块的都好，是历史。这个，这体征好白对呀、啊，好白哦，体征超白真是玩的既兴奋，的。啊，又觉得还蛮开心，歼灭一对，有点好笑，然后又 而且今天对这一对还多一个，买三送一。我觉得那个繁星真的超神秘的，就是他队友完全没有啊，他就一个人突袭他们呢，突而且他袭！们刚好是回去的路上，繁星堵住的是他们回去的路。哦，我在看观察附近有没有人。对，其实兵线还没说，大家已经都先聚集到中间来了。对，我们这因为世界太可怕了。当时想早点回归有颜色的世界想说哇，颜色好漂亮。突然感受到颜色的可贵。以后人家这场 UHC 冠军就只能
以后玩游戏都用黑白。你别这样讲话，你别这样讲。我们还活着，活着就是有希望，有希望就不要乌鸦嘴。不当，等下弄到自己就好笑了，就尴尬了。没有啊，就以后玩其他游戏，然后那个游戏死掉的时候就可以变回来啦、啊，是不是？我再也不想要这样了。我不想玩黑色的，我再也不想玩。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反思，你这个盲人看世界就是那么可怕。不是盲人的、啊，是色盲啊！色盲，对，色盲，黑白色盲。啊，好吧，大家珍惜自己，可以看到这个世界。啊，珍惜自己所拥有。小蝙蝠好开心。黑白看到3D 云。好多不要在地上乱扔，那是谁啦？好多人在讲说，一进来说，为什么游戏是黑白的？我是不是会那个手机出问题？你手机出问题了、啊？我哪里黑白了？对啊，你手机出问题喽，怪怪的、啊。你们看一下，我很帅啊！哦，对，蝙蝠。哎、欸，里面还有10颗黄金哦，可以那个。哦，我有，90颗黄金，十颗，不是90颗。我做了。那个红石挖的位置会变，好恐怖。这个，打死你！你干嘛？他很可爱。什么？你把小编打死了？已经被吓了，被他吓了2次了。哈哈，你怎么跟我一样啊？他陪着我们，很可爱。哎呀！来哦，装备可以想办法冲二阶。嗯。烧死头，烧死头。烧！我再烧了。烧起来，烧起来！刚刚的激战，苹果吃掉了。如果再长苹果，还可以再做。啊，这个 OK 的啊。其实我们黄金还有吗？还是这就全部了？嗯，就全部了，没有了。就两。加上刚刚从他们那边打来。打起来！哦，哎呦！晏殊君，小鸡死了。嗯。又剩墩墩了。啊，墩墩又一个人玩游戏了。有啦，但是真的活很久了。单机盾，雷神，所以是自己烧死吗？应该是哦。我应该懂为什么。以为是陆地是不是？小七，你是不是以为那个是石头啊？那个都是假的，他已经会气死，都是骗你的。而且超痛，那真的是痛到爆炸。嗯，因为我们刚刚还没做，我把那些皮革甘蔗都拿去做书。好、可以来复一下。哇、哦，7本书哦！哎呀，有7本书，看大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。OK， 有等级就可以复一下。7本书、啊，我慢慢拼看有没有办法弄到强力山。强力，你要附呢？对啊，嗯，可以附再附一把斧头了。毕竟我是弓的爱好者，哎，要等级了。嗯。哦，好恐怖！嗯，只好中心点被我们占据了。可以，还行，还好。可是我们还是要挖了，我们那边还不是这一点。好。什么？刚抖内的吗？感谢抖内，可是哥哥姐没有念，我不知道是什么，字太小了。这就是因为你没有用 YouTube。如果是 YouTube 的话，超级别人都会在，都可以看得到。没关系，你可以再抖一次，把它分开成2句，对不对？这样他就会念，没有话不会太长，他就念。哇，练财女王啊！练起来！哎呦，大开眼界了，我的妈呀！对啊，或者小雨看不到，你可以到这边我帮你看一下，对不对？你这边也可以啊。或者是你看，你去那个刚说的超级人会留着的，抖一下，他就可以念给我听了。完全没问题。练起来，5等。哎呦，可以再还有一个锋利。
只要三等。你可以看谁成为斧头大师、斧头帮。嗯。哇哥！哎呦，痛死！有蜘蛛声音。啊！听到苦工的声音。又打起来，又打起来哦！自己小心哦。又打起来了。哎、欸，是不是有明条？哦，是你自己。有吗？等一下哦，是是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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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别人啊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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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哪里哪里？我靠腰，那不是，那是你，白痴哦！你是干嘛这么看过来？看到一个人那边这样跳跳跳？没有，我也很紧张啊！我回去挖炭，大家都很紧张啊！怕你啊！怕怕，让他以后不要在那边怎么打起来了？妈妈，恐怖。这个世界好险恶，好恐怖！已经恐怖游戏了。其实哈基，你要锋利二吗？你又打小蝙蝠，讨厌他！坏了！你是要锋利什么？二斧头啊！斧头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好啊，那你先给我啊！不用不用，你斧头不用给我了，我这边还有一把，我拿到等级我就帮你斧。你们身上羽毛都没了哈，再挖一下，密哦，没了。好，这个很快，有很够，51发。我需要五等，我也是要五等。你先拿那个烧的石头拿一下，没事，挖比较快。哎呦，哇，你是挖很远的哈。哦，感谢小七点。好累啊。心累，真的心累。我就玩正常，都跟我在玩恐怖游戏一样。我怎么觉得时间已经过很久了？怎么现在才64分啊？对啊，我觉得压力好大。很大，这亚历山大呢？你们刚刚有挖斜斜的路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应该是他们挖来的路。哦，挖来的。我富豪的。好、哦，我放在箱子里，我放在右上角，在那个。你多崩溃啊你！我很崩溃，我从开场被那个无头僵尸打了之后，我就崩溃。那大家都还是可以拼一下那个全部二阶。嗯，巧克力是看到的是有头的、哦，我有头，可是一开几只没有啊？一开场我也有看到无头的，就是在上面、嗯、还在上面你放的那时候。无头超恐怖的、欸，应该是材质包多样性，材质包可以设定好几种僵尸。哎呦，阿基，哎，我我就说，哎呦，阿基，我心脏不好，我没有吓你，我就一直说，哎呦，哎呦了，我心脏真的，感觉超级流眼。他刚刚多跳了两下，这是他们来的那个洞。他们来的，就没吓你，我也不敢吓你啊！我吓你，我怕你岩浆都弄出来了。我自己红色 ID 队友，队友没有人要吓队友啦，都是队友在吓自己啊！还是哭屁呀、啊？有毛病！你辛辛苦苦回来的待遇说你好可怕。白痴、啊！有线的，那你可以再做多做一把。哦，刚好可以多做一把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还不错哦。我这边有51发，我可以分一分。等下是谁在吸金子？我！我在箱子放20发哦，那你可以去用。好。啊！你说
石头在这里。还好我那个抖内音效没有弄很大声，吓死人了。感谢港十港币，感谢感谢。哎呦，哎呦，放错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该使出大绝招了是吧？我今天有都有缴税了。那个，我去尿个尿。好、哦，该是时候了，该去尿尿了。尿尿时间。拜托，不要有人来。嗯。好恐怖哦，这世界！如果这时候有人来，然后巧克力又那个的话，我要推他当雷王。真的，我也是。自己自己自己。不是，他断高人冲过来都全恐怖。真的。